好困难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所以今天我邀请我的朋友们，嗨，一起来录这个影片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其实，我们有请子爵进来吧。欸，不用讲，我觉得太老实了。你确定？你是我一个人吃一包，你自己吃一包。我们每个人吃啊。我。哈哈哈！里面有什么？菠菜，还有麻辣酱。嗯，我们就在等吧。已经不辣了。里面是什么？菜有蘑菇。很香的麻辣味，香，真的，很香麻辣味，超香。好，放完。啊！你感觉不辣？要试一下吗？我觉得 OK。来，搅拌搅拌。不要想错耶，该应该就好些。不要想错。我喜欢软。一点 wrong。哎，你生气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儿童不宜，儿童不宜，儿童不宜，这节目不可以做儿童不宜。Bullshit。冰箱面的给你啊。喂喂。哇。有水呢。谁呀？吃生菜呀？刺激耶。我们现在是要挑战什么？谁快吃完什么？还是一定要吃完？我觉得这样少一次吃完了，就快吃完了，可以不要太直接。哇，很刺激！就是，平时是普通辣咯，半半泡泡，我都觉得辣哎。我不能承受这个味道。这个是你快点，有些 YouTube 讲比成二辣，有些讲比成二辣，我们就来试一下，来看两题。上开始。I surrender! 好看真的需要吗？牛奶吗？不需要的了。干了那个我们有一大壶的牛奶，现在第一个喝牛奶的是他。OK， 很明显要输了。头痒啊。回来吃了，不行，我不吃东西。那就留给所有吃啊。我们还有没有到？哇，他是后面来的，是很辣。后面看到谁来没？没有了。你就不要喝。你不喝，你看他都出汗了，很辣。哇，这种天气。你得换饭呀。这种天气。外面湿度是什么？我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我要背，看我们牛奶就要吃完了，我们的早餐要没有了。鬼剑要试一口吗？啊，要试一口。就给你试一口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同时吃完了。啊？试一口吧。你不吃两口？就这样，就两半口就够了，你试一口。所以又有点吃啊。
只会发给他，你们哇，他的一口被讲说不错啊，还会吃，不吃那新疆骂的人竟然吃韩国拉面，就留这一口给所有外国来，不过来关键几天还没有两天，两年过后才来，你把汗嘛，哇，有提示吗？用牛奶吧，哈。OK， 所以就完了，这影片就到这里吧。拜拜，拜拜，你们去试一下吧。拜拜，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老师的啦。就这样子啦，就这样子，下个影片再见吧。我们的所有朋友终于到啦。辣吗？不要喝水先，不要喝水先，谢谢。来，我说我不能辣、啊。你要吃完先。哇，你耳朵立刻红。你看那边，很辣，不要吹，不要吹。牛奶，没有人要给他水。牛奶，救命啊！哎，他开始下去，我觉得是切了，好不好？一开始是 OK， 一下去吧，翻车了，翻车啊！屁股会像被强奸的吗？你有试过屁股被强奸的滋味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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